我跟他们说你让我帮你拿瓶水。你还挺机智的嘛。这个女人真可怕，还好我成个单身狗。你知道粉丝的言论不代表本人的吧？你这样对我很不公平，大不了就不公布，现在这样不挺好的？我不勉强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要埋怨就埋怨我好了，是我先招惹你的。抖音